他的作者说，Martin on the Sky，也就是马大爷说，这个 Scala 呢是为聪明人而设计的，是吧？如果你说感觉它不好学，就像老段一样，他说这个 Scala 呀，他不太喜欢，啊，那说明什么问题？他太笨了，是吧？啊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种吧。这种呢，其实呢跟第五种差不多，第五种差不多啊。卡了？还卡着吗？还卡着呢？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还有一种啊，其实前三种或者前四种是一样的，后两种呢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呢叫 Custom Sort 6，然后还是元组。你想想，这个时候呢，相当于是不是有一个比较规则啊？那现在呢，我比如说我不在这里边比较，我就让它按照什么呢？TP 原来元组是什么样的，我就让它按照什么方式来比。你想想，这个时候比它应该怎么比？嗯？怎么比的？那么比的话。元组里边是不是装了三个属性值啊？首先是 name 吧，那么它是不是肯定会按 name 的字典顺序？哎，这个时候老段跑在前面去了，为什么老段跑在前面？他是 D 吧？你看前面老是不是都相同啊？首先比第一个字符，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然后第前三个都相同吧？D 是不是排的比较靠前？这个时候我就比较受伤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 J H A，这是不是也是 J 是 H A 啊？然后我这是 O 吧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般颜值最高的都最后一个出场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说我排在了后面。那现在呢，显然不符合我的规则，也就是说，按照默认的规则来比，怎么样？不行吧？那怎么办？我现在我就想这么搞，你想一想，我能不能自己传一个规则？我们知道这个 sort by 它其实要传一个隐式值吧，是不是？那我能不能给它准备好一个隐式值，给它传进去，可不可以？也就是说，其实呢，如果你传入了隐式值，它是不是会优先使用你那个隐式值啊？其实你不用传，你是不是只要写在这个下面有一个 implicit，你只要导进来或者是写在这在代码上面，它是不是就会优先使用啊？它是不是会优先找？这个执行环境当中用 implicit 修饰的这个参数吧，或者是方法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想一想，我这里边写任何一个规则，其实我如果随便写，只要给它传一个函数，是不是就可以？但是它都，我如果有一个隐式的参数，它是不是会优先使用我的隐式参数啊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用 implicit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叫 ordering。Ordering，那么我这个 Ordering 里边，这个是写成什么样呢？这个我叫 Implicit Rules，Rules，Implicit Rules，Ordering，它也就是说参与这以后真正参与运算的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 Int？Int 是吧？然后，implicit VL 啊，这里面写少写个 VL rules ordering，也就是说以后我真正想要参与运算的，是不是是这个样子啊？好，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ordering 点儿，ordering 点儿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来看一看。这个是 ordering 点儿，我直接不写这个参数，因为它是不是可以自动推断啊？好，也就是说，它想返回的是 int，然后点儿 on，这个呢，你们好像没有学过。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函数，
啊 ，TP 叫 T 吧？这是不是搞晕了？好嘞，那么是 T 点儿下划线三负的，是不是 ？T 点儿下划线二正的吧？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一下大家，这个 ordering 呢，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特指啊？它里面呢有一个类似于这个 on 这个方法，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你以后最终要比较的规则长什么样吧？这个 on 是什么 ？on 这个泛型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你原来这个数据长什么样了？是不是你要把原来这个数据转换成现在要比较的这个样式？是不是？然后到底怎么远？怎么转啊？你原来这个原主里面是不是有三个元素？我是不是传进去一个函数，把三个属性的变成两个属性？那么这两个属性是不是就是下划线三和下划线二参与比较啊？那么是不是按照下划线，也就是按照颜值的降序，还有年龄的升序吧？也就是说，首先它是不是优先比颜值啊？颜值不等就不参与比了。是不是颜值相等的时候才会参与比吧？好，这个大家能不能看懂？那么这个 ordering 点 on 呢，其实是也是可以啊写一个规则的啊。这个呢，这个规则是不是在这里面？具体的规则是不是在这里面定义？好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不是以后返回什么样类型？也就是最终的规则是什么样吧？我写一下吧。这是最终比较的规则样式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未比较之前的样式，是不是？未数据格式吧。那么后边是不是还写了一个比较规则？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怎样将这个规则转换成你怎样将规则转换成想要格式，是不是？你原来这个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最终显变成这个样子？那你是不是要写个函数把它转换成想要的格式？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看一看可不可以。如果我把它给去掉，你说行吗？我把它去掉，咱们来执行一下。肯定不行，是不是还是按照那个原主里面的第一个元素，也就是字符串的升序进行排序吧。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老段又排在前面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它应该抛一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好，现在呢，我是不是加了一个 implicit 修饰的一个参数？你看这个时候谁排在前了？是不是老赵？为什么？这才是正确的值的，是不是？这才是我想要的，是吧？是因为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implicit 修饰的一个隐式参数啊？那么它在执行的时候，是不是优先使用在上下文去找吧？是不是跟它类型一致的，它是不是就会把它传进去？如果没有呢，它是不是会使用默认的？OK， 好，不错了啊。